转车成功。小游戏啊，想要把我们这个拿到文旦带回家的话呢，就能够用我们的套圈圈的方式，我们有机会可以把我们好吃的水果带回家，因为我们的中秋节快到了嘛。中秋节就是呢要吃烤肉，然后呢要赏月，还有吃文旦，所以我们还没有把我们这个好吃的肉带回家。在这个市场所设的一个义卖的摊位，那我们今天义卖的产品有我们要重来啊。